哦，有些人会跟我说，老师，其他的老师都说，哦 ，ChatGPT 是一个工具，我们要善用它。结果你跟他跟我们讲说，他是一个人，啊，工具跟人怎么会一样呢？没听过工具人吗？对不对？工具跟人结合就是工具人嘛。哦，这个 ChatGPT 呢，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工具人。哦，就像我们，男女交往的时候，女生会找男生去买蛋饼，哦，他说，哦，你今天要吃蛋饼，然后他还说，顺便帮我男朋友买一份。哦，那他都不会拒绝你，因为 ChatGPT 呢是一个有求必应的人，所以他呢，你跟他相处，其实感觉真的就很像工具人。ChatGPT 哈，它对于人类的语言哈，其实我只能说，基本上跟人类不会差太多，真的，它的人类对人类语言的认知其实是很强的。哦，再来就是，你如果今天一段话讲不清楚，你再补充叙述就好了。我已经在网络上看到 ChatGPT 指令集这个东西，我是觉得。如果你们要研究非常精深的话，还真的不必，真的不必。你只要用心的、耐心的跟 ChatGPT 好好的沟通就好了。丰富细腻的情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优势。AI 没有办法照顾那个歇斯底里的女朋友 ，AI 不会主动。你不会，而且他没有热情。你不会某一天那个打开 ChatGPT， 然后请他帮你计算一个税单，然后他跟你说 ，Boss。我突然觉得我想要成为一个 rocker， 你告诉 AI 做什么 ，AI 就做什么 ，AI 不会自己设定这个目标，至少目前还不会。而且我想，应该尽量不要让 AI 有，不然我觉得人类灭绝就很惨。我们可以请 AI 帮我们分析要买哪只股票，哦，但是赔钱得自己赔，